统一冰红茶，真柠檬，真青春，邀您收看动漫热剧。投影被击碎了，可是我的灵力威压太强，他们会活过年死的。陛下是想开战？交出城中所有三头鸟兽，否则格杀勿论。有意思，看在你的份上，就放过这群蝼蚁吧。如果我能再强一点，也许彩儿就不会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彩儿。艾蒙，本皇的第二顺位继承人有着落。市级一号猎魔团团长龙浩辰，很荣幸见到您，陈子巅前辈。我从父亲那听说过你们斩杀数十位魔神的事迹。哼，世人过誉了，你该知道，只要魔神住在，就能不断再造新魔神。我们所做的，只是给人类争取一点时间罢了。正因为有这些宝贵的时间，人类才有机会发展。近年来，魔族已经很难在正面战场占据绝对优势了。嗯。形势的确越来越好，可一日不出魔神柱，这场战争就会无休止地打下去。然而自魔神柱降临圣魔大陆这六千年来，从未有过摧毁魔神柱的机遇。我们尝试过很多方法去摧毁魔神柱，但全都失败了。无休止的战争，无法摧毁的魔神柱。过去如果没人能摧毁魔神柱，未来那就由我来摧毁。我一定要终结这场战争。很好，我看过你们团的档案，但我还是很难想象你们既然能击杀魔神，我想你们也许有成长为称号级猎魔团的潜力。称号级猎魔团？嗯，每一个称号级猎魔团都拥有自身独特的寓意和责任。例如我们魔神之羽，寓意着杀戮魔神。我们的职责是成为人类的利剑。虽然你们如今只是市级猎魔团，但我希望你能早日定下猎魔团的发展目标与方向。例如摧毁魔神柱，这会更有利于你们的成长。浩辰受教了，我会和队友们一起定下属于我们的独特称号。你们几个陪本皇游戏了百年，也算老相识了。可惜人类的生命太过短暂，本皇前些日子刚突破百万领地，你们却更加衰老。这件东西就当是给你们的见面礼吧。魔神之陨不该永远是人类的最强，你们才是联盟的未来。下一个千年，谁人又能做本皇的对手？届时自有砥砺前行之人。有了这件装备，就能大大增加团队的作战能力了。浩辰，夏辰大人，彩儿她快醒过来了，但是她屋子后没多久，彩儿浑身忽然爆发出剧烈的杀意。彩儿的母亲张开法阵替她守护，她说彩儿在对抗轮回之力，她正在为她护体。逐渐的，彩儿身上的杀意越来越小，但彩儿却仍旧没有醒来。龙浩辰，是你吗？
可以看见了，太好了。傻瓜，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开心？彩儿，醒了，哎，别担心，我把劳模都赶走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彩儿，你呢？彩儿，很好听的名字。我叫龙浩辰。龙浩辰，你的名字也很好听。啊，你的家住在哪里？我送你回家吧。我的家在很远的地方。这样啊，那你要不要先跟我回家？我问问妈妈怎么送你回去。嗯。走吧。嗯。龙浩辰。彩儿，你长得好。曾祖说你借用巡回之力，冲破了巡回圣女最后一轮试炼，提前恢复了视力，以后再也不会随机失去六感。你一定经过了很痛苦的体验吧？没有痛苦，我想到的都是些小时候的画面。这是我小时候的发卡。奇怪的东西，皓月，你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发现了什么？是小青，小青发现了一段奇怪的记忆。是的，哥哥，里面有一个超级可怕的大家伙。哥哥，你看了就知道了。受到了重击，但他的气息怎么感觉有点熟悉？姑姑，你还好吗？这段记忆里的大家伙，你们认识吗？完全不认识。那这段记忆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就是那天，那个坏人把我们强行拉出去后。我的头突然就很痛，然后脑子里就有了这段记忆。你是说魔神皇让你想起了这段记忆？可我们也不认识魔神皇啊。对啊对啊，我们在的那个世界只有数不清的骷髅。那你们再努努力，看看能不能再想起些什么。想起了，油爆钻天龙，烧烤焰黄鸟，好想吃啊！这一听，就不是圣魔大陆的食材，应该是你很久以前吃过的东西吧？你的小脑袋瓜里，果然只装了这些呢。对不起，我什么也没想起来。
不从一出生就是被你唤醒的。哥哥，你快走吧，别管我们了。我只有与你的记忆。没关系，小光，也许你们的记忆会随着进化不断增加，等你们下次进化时说不定就能知道更多了。是的，哥哥，我们以后不仅可以和你合体，每进化一次还能获得新的能力，就能更好地帮助到你。是呢，我们皓月最厉害了。团队赛已经结束，再过三天我们就回圣城了，你们放心休息吧。好啊。这一次的战役是我们驱魔关千年以来遭受魔族入侵最严重的一次，但也是最快击退魔神的一次。我们成功以魔族的血告慰了驱魔关的英灵，而你们作为猎魔团的一员，将继承先人的意志。现在由我来宣布猎魔团团队赛的结果，但不论结果如何，你们都是优秀的战士，是守护家园的英雄。我们都上榜了。林昭兄，我们团还算不错吧。以上就是本次团队赛中的第二名至第五名，而这次团队赛中第一名的猎魔团，他们在城墙防御战中斩杀了魔族指挥官，缓解了魔族攻势。他们在医疗营最需要驱魔草救人命的时候带回了大量的驱魔草，他们不仅按计划截断了魔族运粮通道，还越界杀死了一名七阶魔族。然而他们的贡献还不止于此，在三天前的战斗中，如果不是他们舍生忘死，借助王座之力击退了一名魔神，驱魔关还会付出更大的代价。他们就是世纪一号猎魔团，这第一的荣耀实至名归。他们不仅是各猎魔团的榜样，更是驱魔关英雄。这个选择是正确的。弟弟真棒。这下服了吧。起头来，你们该满载荣誉回圣城了。好了，回圣城的飞艇可不等人。抱你吗？再回来陪我玩啊。等你再长大一些我就回来，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再团聚。哎，好啊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，永远欢迎你回来。